么才来？帅哥，来束花吧。啊，来束花吧，女朋友这么漂亮，来一束吧。多少钱这个？最后一支了，5块钱。五块啊，便宜。那个，咱们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？只是普通朋友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卖花的真有意思。你最近经济困难吗？啊，不困难呀。怎么这么问了？没事，你班上的好吗？挺好的呀。你确定？啊。你要有啥，你跟我说啊。真没有事。哇，你想要那个花呀？没有啊。那你还回头看，你是不是想要？咱俩又不是男女朋友，我要它干啥呀？啊，你生气了？你生气了？没生气，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个生气啊？再说我又没有什么资格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你真的生气啊？意思我都没听过这个，没什么意思呀。不是，但其实刚才没给你买花，不是说我不想买，而是我已经买了。其实我来的路上就已经买了，还是他卖的，他都没认出我。烦死了！这个怎样？是不是比他的那另一只好看多了？没有，我的那个好看。那你刚才说这个有寓意，什么寓意啊？世界面，我的爱一直就像你。